欢迎回到午安报新闻，我是阿拉斯。来看到今天是立法院举行八个常设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其中在内政委员会的召委部分是由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跟民进党籍立委吴其明分别以8票跟6票当选。因为这个陈建仁院长是看守内阁嘛，那我们不知道520之后会是哪个院长，所以呢，我在520之前呢，我大概会排几个有关原住民权益跟土地问题的几个法案，例如说我们国土计划法在立法院已经通过了，然后县市政府的国土分区这个管理条例哦，在114年的5月1号，它就要宣布公告了。那有关于我们山区的土地管理啊，还有我们未来的建筑法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必须会安排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对于原住民投票的不在籍投票的这个权利，然后还有就是地质法是要保障一下我们都原山地原住民族人的这个参政权。除了以上的法案推动之外，还包括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以及24年来都没有调涨的原住民议员助理费用等等，也都是高金素梅接下来会在内政委员会上积极争取。另外，他也透露，针对原民会的业务部分，也是这次他排这个会期排案顺序的勾选之一。而更详细的报道内容，也请大家持续锁定今天晚上7点的晚间报新闻。